Should have just done everything all together.来到虎年的第一个视频，先在这里呢祝大家虎年吉祥，新的一年呢阖家欢乐，事事顺心，万事如意。因为我在回多伦多第一周呢录那个 vlog 的时候没有做一个开头，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呢在这里做一个开头，顺便呢再祝大家新春快乐。这回来的第一周呢遇到事情还蛮多的，就是我们家那个小狗他到多伦多了之后水土不服啊，然后带他去看病，然后又遇到了多伦多这个好像几十年来第一次就是最大的那种暴风雪，还有呢就是我休息了一周回公司第一周上班发生的一些事，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开箱的片段，就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机iPhone 13 Pro 的开箱。那我们直接先从开箱开始吧。我觉得这款手机它虽然不是 Pro， 但它拿上去的手感没有 Pro 那么大，可是也不会觉得小了很多，而且重量还是差不多的，就感觉一个手打字会比我之前的那个好像是11 Pro Max 要好容易一些。现在就把这个手机这样好像靠近它就可以了，它就有了，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一分钟啦，传输完成，给大家看，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连桌面都是一样的。我再 unbox 一个手机壳，这也是我在国内在淘宝上买的，带回来的。然后本来是想在下一个视频里跟大家分享，但我现在需要用这个壳，所以就在这里先分享一下吧。是这样子的，它就上面有这种后边罩着它，然后旁边都是这种一层的。看看，当当，就这里是上面是封上的，好看吧？嘿嘿，今天晚上我们吃火锅。买了蔬菜回来，现在来准备准备。哒，现在那个超市居然有卖小龙坎的火锅底料，太棒了！我今天就特别想吃辣的，所以就买了它。看上去感觉很不错哎，本来我想从成都带一点回来的，但是有点重。开始吃火锅喽，好吃，但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本来说过年的时候再吃火锅的，但是没忍住，还是提前吃了。早大家，今天本来是一个放松的一天，但是我的狗子昨天晚上开始拉肚子，因为它是才到的第几天嘛，就是前面几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再加上昨天吃东西吃的比较杂，所以它昨天晚上就拉了几次肚子，我就比较担心。它就拉的粑粑都在我们这边这个垫子，就是有一个白色的垫子嘛，现在都拉在这个垫子上面的，我都拿纸给它遮住的。现在我们就准备把这个地毯收起来，
然后扔在下面，应该不会要了，因为我本来也想换一个地毯的，这个地毯有点脏，就是没有那个地毯的架，看上去还挺干净的，像这样。嗯，然后我刚刚带他下去尿尿了，他又拉了一次，现在准备就马上带他去医院看，因为就怕狗狗像这样拉的话，有点像是细小病毒，就会比较可怕，所以赶紧带他去。哇 ，It's pretty big the canned food， 但是开了一个那个抗生素，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不让它吐的一个药，这个让我想起了以前我的小仓鼠生病的时候吃的，也吃了这种药的，也是拿针管这样。Oh, 乖乖，好。Should have just gone everything all together. Yeah. 我刚刚才跟那个兽医通了电话。我的狗狗是才到加拿大嘛，所以它其实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呢，医生就开了一些药，然后还给了我一些罐头食品吧。就这几天就喂我的狗吃那个就好了，希望它能够。适应，然后呢他的肠胃也会慢慢好起来，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去 physically 看一下医生这样子，然后做细小病毒的检查。 Say hi to everybody， 今天来给大家开个小箱，是 Adidas 的那个 Ultra Boost，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是 38.5 的，但是它这个鞋子也太大了，不是这个颜色。这双鞋子它这个系列的有好像是新的，这系列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但当时可能太火热了，所以我就没有选到自己最想要的颜色，但是选了这个颜色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吧，相对其他的款式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西瓜红色，我觉得看上去还是很好看的，就是好像这个码数有点偏大耶，穿上去多了一个码，这样就是大了一个码，我可能会去换一下，是这样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我现在来涂个指甲油，在家里面，我来选个什么颜色呢？先把底胶拿出来。这个是一个紫蓝色，我觉得这种雾霾蓝吧，应该算是。有点像我手机的那种远峰蓝，但是更紫一点，我觉得我应该就涂这个颜色了。好，涂出来再给你们看。这只手已经涂好了，就是这个颜色，但是看上去就感觉颜色很深，这样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之前一直涂的都是浅色的肉。他都已经非常的激动了，在下面走，非常好，哎，走哈。我的天哪，暴风雪！你看外面这一层雪在这儿，这么厚，还有这外面的雪，放了一个花盆的，都已经把花盆给掩盖了。好，我现在带我狗下去。We're ready to go.Wear our professional outfit for winter. Put her down first. 雪好大呀！这只犬，这只小博美同学今天已经好多了，没有拉肚肚，也没有吐，它就在这上面睡觉。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这个是菌菇汤，是那个昨天吃火锅剩下的蔬菜。然后这里是这个白菜，小白菜。吃饭喽！我要赶时间吃，因为我1点钟有一个会，就是今天下午从1点钟开会要开到4点半，然后都是比较重要的会议。现在是2点半了，可能还有15分钟就要上线工作。我的肚子太难受了，发现我到加拿大来的时候，我肠胃也是很不舒服，就稍微吃东一点，吃多一点东西就会特别撑。好，开会了。Oh, because it says like it's Canada financial team intro. I thought they're introducing us to the US team or something.这个是他今天的第三顿饭了，就这么一点点。走，不懂哈，不懂。No， 走，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Yes， 耶、yeah. ！看，给大家看看我的蛋糕，因为我今年过生日不是在隔离嘛，就没有吃过生日蛋糕，也没有庆祝过啥的。然后看这里有一个蛋糕，屏幕前的你要不要一起给我唱一个生日快乐呀？来，半年之后补过一下我2021年的生日。这个啊，看呀 ！Oh, careful your hand. Careful. Okay, you wanna sing it for me? No.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Olivia. Happy birthday to me. 来，你说点啥子？你给姐姐说点啥子？生日快乐，嘎！你知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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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个愿吧。耶、yeah, ，可以吃蛋糕了！今天我其实就是想吃蛋糕，我就是嘴馋嘛。